大家下午好啊！好，现在来和大家讲解今年的2015年羊年的风水布局啊，如何避开今年流年对我们不利的哪一个方位很重要。说风水呢，中师呢就是纳旺气，避煞气啊。说讲究说七级避凶啊，如果犯了严重的风水的煞气呢，可能会受伤，还有血光之灾或者无妄之灾。 这三样东西呢，对我们呢都不利了。若能够将这自杀物啊结合吉祥物啊应用呢，就达到七级避凶、开运旺宅了，并能让你的家宅的安康、财丁两旺，这是重点，每个人都喜欢的。但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哦，流年的飞星只是一年，从立春开始，就是2月4号开始，一直到冬至前。 接近冬至，就是说12月尾了，就结束了，所以有些人呢很注重就在还没有立春之前就已经布局我明年的运势是怎么样，所以有些人是在立春之后开始布局，来避开或者催旺那个财气的位置。 说每一年都有4个好的，4个不好的，有2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财位在哪里，正财位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偏财位在哪里。大部分这张，每个人都拿到这个表格，对不对？这表格里面就已经偏好，这是2015年的今年的偏财位呢是在东北方，正财位呢是在北方。怎样来催旺它？ 首先你要把那个旺位找出来先，这个你就照住这个图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拿个指南针在你家宅的中间，对着门口，这你分开，这里到这里中间，前后分中间，对不对？你就站住那个位置，就拿指南针量，它就写了东南西北在哪里，这样你就大概这个是属于什么方位，这个是属于什么方位，对不对？ 然后你就照住这个图表呢，来去研究一下，哪里是正财位，哪里是偏财位，哪里是五黄，哪里是三煞，全部也给你们知道，这样你就容易如何来运作。然后你这个避开，什么是凶，什么是有煞气。今天呢，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煞气全部讲给你听，最基本讲你这个房屋里面哪几个位是凶位，先要知道先。 因为煞气的范围很广，有包括外面的马路啊，有没有直冲啊，所以这个煞气很多，我没有办法讲完。大概你们有对风水有研究的人就知道，煞气是范围很广的。我们如果一个人呢，长期被煞气呢来侵犯，我们的运势呢会一天一天的降下来，到我们的运势降到某个程度啊。 所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全部会发生，给人骗钱呐，或者有贼进家里啊，或者生意倒闭啊，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啊，是吧？种种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被这煞气啊影响着我们，导致我们的运势啊往下降了。一个人的运势啊往下降到某一个程度了，你就会遭遇到。 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很多人以为说今年行岁晚咯，就是这样意思。其实你的运势已经降低到某个程度，你才会发现到今年行岁晚，做什么都是败。所以我们讲风水，现在讲这简单叫环境邪啊。
因为我们一个人离不开环境，家，我们自己的家也是一个环境，长期住的，回到公司也是离不开这个环境，在外面或者在自己家里都离不开这个环境。所以环境的方位呢，就是有一个煞气在那里，或者有个吉祥的旺气在那里。所以如果长期住在坐在一个很吉祥的，哎，我的运势就提升了。以现代化讲，就是正磁场和负磁场了，你明白吗？如果你长期待在一个负磁场的地方，久而久之，你就会慢慢你的运势也被拉下来了。这负磁场的不好事情了，一路向你靠近来了，原理是一样。相反的，如果是正磁场来讲，你长期待在一个正磁场，它是助旺你的运势，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畅，都成功。哦，这个就是说市面上时候讲的走好运就是这样了，走衰运也是这样。最少先我们要知道今年我们的运势是怎么样，我们如何去布局。记住我讲哈，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德五读书，只有风水你可以掌握的，命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在什么时候出事注定了的，没有得改的。风水呢，就能够，我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就搬去适合我的啊，东不能就搬去南啊，南不能搬去北啊，一定有个地方适合你的，其他你没有办法改变。妈妈生我们出来定了，你要改没有得改，想改都没有办法。所以只有环境找到适合旺自己的，相助到自己的，哎，我们就去那里发展，这样这个后天的助长我们的运势，这样我们做什么东西就会顺畅的，哦，不会说一知半解听人家讲。你拿着这个表，往后每一年都可以照着这个表来做的，明白吗？哦，可以照着这个表来做。好，好，接下来讲哦，如何得知犯了严重的风水煞气呢？好，我们看这个表哦，大家可以看清楚吗？中宫啊，就是是非位。好，这里啊，二黑，二黑就是说住在那里的人容易生病，病符啊，就说长期待久了，这个位置就容易会生病。你一病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本身已经有病了，在住这样的位置啊，他的病啊首尾就很长了，看很多医生，吃很多药都吃不好，因为这个这里的磁场对我们很不利。哦，今年啊在东南位哦，你家里的东南，就是说刚才我开始讲，你回到家里的站在自己家正中间，拿一个指南针，对不对？量出来哪里是东南，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位了。今年，明白吗 ？OK。中宫就在你的家里的中间，这是非位，哦，是是非。然后第四文昌，文昌就在这西北啊。然后五黄呢在西，今年最凶的位置啊是五黄位在西。大家要记住哦，两个凶位哦，这个东南和西，这两个是最凶的位。第一凶最大的凶是在西，今年哦五黄三煞全部在西。如果我的家里住的坐东向西哦，你的大门口刚好是在西哦，就要小心了。这三煞很重要，五黄也飞到那里是很严重，一个不小心呢，可能很多灾祸全部会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最凶位呢是在西，今年尤其大门，所以你要小心。如果你的大门今年开二黑是东南位，你大门刚好坐在东南，开在东南，对不对？也是要注意一下，那里也不能随便动的，明白吗？所以要动呢要小心哦，万一做得不好呢，很多事情就会发生了，明白哦，这个要小心注意一下。五黄下来，接下来就是东北，哦，五起星就是偏财位，说我们家里的偏财位就在东北，你看你的东北是在哪里，好，哦，去注意一下。然后就汽车，哦，汽车就是在南，哦，这破军位，就是说这个是盗贼，就是说容易破财啊，盗贼容易进家的这个位置哈，哦。然后再来就是八百了，是正财位，今年的正财位是在北，就是说你的家里刚好是坐南向北呢，
今天北方呢就是正财位，好，就是说正财星会飞到那里，然后你如何去催旺它，借助这个力量啊，然后你今年就很好的运势就来了。啊，第九呢，啊，九喜星就是太岁位了，今年的太岁在西南，所以大家要知道太岁呢不能随便动哦。人家讲啊，太岁同上动土啊，你就早死了哈。好了，太岁不能随便动它，你知道吗？啊，要动要很小心哦，要找好时间来动它。如果在太岁动土啊，你会遭遇到很多问题了，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全部会发生。哦，等一下下面会慢慢一一讲解哈。好，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个一百，就是桃花星，它主宰呢人缘、桃花。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啊，贵人等等啊，都属于桃花之类。啊，想要带旺自己的桃花呢，就在今年的一百。一百在哪里呢？就在东。好，第二，二黑就叫病福星，啊，它主宰是什么？小的疾病，小的灾祸，就是和疾病啊有很大关系的，叫做病福星。第三呢，三弼是是非星，啊，主宰是什么？是非口舌、小人。争吵、官讼、盗窃、破财等等，啊，就在中宫啊，哈，在你的家里的中宫，那个是是非位。第四呢，啊，四立叫做文昌星，主宰什么？读书、考试、文职等等的工作啊，这些在文昌位，在西北哦。好，五黄就是大病星了，它主宰一切大灾祸、严重的疾病，哦，这个是最毒的。所有九个飞星呢，最毒就是五黄。明白，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六百，哦，就是五曲星，它主宰什么？权力和偏财运。好，如果想要偏财，就在这个五曲星啊这个地方去催旺它。啊，如果催旺，等下慢慢会讲。好，好，七策叫破军星，它主宰啊升官、升职、运气的提升。八白呢叫财星，它主宰一切的钱财、正财运，它是正财的。好，九子星就是喜庆星，主宰呢喜庆吉事啊，啊，如搬迁啊、开市啊、添丁啊、结婚啊等等的喜庆之事，这个九子星。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年呢都有九个星是固定的，它会飞，飞到哪里，在哪个位置。什么叫飞星呢？我们讲就是宇宙的星星的一种磁场力量，会照射到那个位置，会启动那个位置啊的动力，好的和不好的，因为它是这个宇宙和星球啊的运转的过程。它今年它排到的位置，刚好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家里那个方位，就是这些九个飞星，有好有不好，哦，但记住它是一年罢了，一年就过了。如果今年刚好对我们是不利，我们做什么事情小心谨慎，就可以避开。如果今年对我们有利呢，我们就赶赶去做了，因为机会错过就很可惜了。好，那明白吗？好，正式来讲，正东方就是一百桃花星，一百就在东方。所以你看你的表，东啊，哦，你们的这图表有个东哦，记住这是叫桃花。一百桃花星流年呢正东方，说家中的个人呢会有出远门或者呢经常出差的机会，哦，能在这个期间认识更多的人脉，哦，有助你呢扩张你的人际关系，可以啊多利用这个方位提升你的人际关系，人脉更广，哦，你可以在这个方位去做。我们要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运势呢？你可以用啊做人缘木的八卦龙凤配来帮助你，这个可以有助提升婚姻的运。打个比说，夫妻感情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如果想要今年再挽救呢，就可以在正东方放这个八卦龙凤配来提升改善你们的姻缘的运，或者夫妻的运都可以，啊，减少感情路上的跌碰啊，明白吗？可以在这个位置呢来去做一点布局，然后还可以用鲜艳的鲜花，可以增加自己的异性缘或者人缘，啊，减少这个烂桃花。有些人异性的缘不是很好，或者没有，这样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布局呢，但记住哦，一定要用真花，不用扔假花，明白吗？塑胶花、布的花不可以用。你们要供佛、拜财神、拜佛菩萨，都要用真花，